我们现在突然间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我看看大家来看看是谁呢？我们看一下是谁？谁呀、啊？这是谁呢？哎，你是碧泉呢？碧泉，现在张碧晨进入到直播间中，碧晨可以给我们微博作业的朋友打个招呼。碧晨，给我们微博作业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，Hello。微博作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碧晨。碧晨好，您知道现在谁举着这个手机的吗？我们现在慢慢转过去。你姐我，哎，你听这声怪吗？他说我这叫小黄人儿，小黄人儿，小黄人儿，可以变声的，太搞笑了是吗？懵了。听不出来了，已经听不出来你的声音了，现在给你合唱。哎，你这你画的什么呀？这是画的，你在干嘛？哦，我跟你讲啊，哦，看见了，看见了。那个，今天我是来这儿做那个直播来了，我就直播。对啊，我就想把你给直播了他，然后把那个，把你那小深深也给直播了，一会儿我就跟他连线。啊，周深，你都好吗？宣传，这我们这就是好声音嘛，这四个导师要轮着参加新浪的各种宣传嘛。啊，中国好声音。是的。对呀、啊。你的娘家，你怎么这么瘦啊？我才胖了点儿呢，最近。别太瘦了，别太瘦了。好的，你也瘦。好啊好啊好啊，那你比我漂亮100倍，你咱能不能这么，你这说开玩笑呢？我觉得他们是什么，听了以后很开心。作为师姐，有没有祝福要送给这届？你这俩小大板牙给我留着啊。我特别想去把它带，我其实我一直想带牙套，但因为我虫牙太多了，所以我一直在一颗一颗的补虫的牙。你这我告诉你，你这门牙就是特点，你千万别去弄啊，就是留着，别去勒去，就这样。这个对，好看死了。啊，他们都说长得像老鼠。你以后你就叫张老鼠就完了，特别好看。我叫张老鼠，特别这门牙特别漂亮，留着啊。门牙大招财吗？那是招财，招特别招。那你成兔子了，我告诉你。独一无二的俩门牙特好看，你那门牙边上好像有个菜叶，你先给拿掉。哎呦，好像是吗？好玩好玩好玩，没事。好，那师姐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一届的学员送一些自己的祝福和你的一些 tips 呢？我想跟碧晨说，碧晨，加油哦！好，再加油呢。加吧，我都知道。我都知道你现在绯闻太多了，那乱七八糟都跟你没关系。是，你知道我是啥样的？姐相信你。是。加油啊！加油！那我也给姐加油，我给今年的学员加油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不能这么说，太嚣张了，不行，咱要低调点儿。不行，那低调婉转一点，希望今年，都表现不错。是女导师的学员拿冠军。好的。好的。你快去拍照吧。嗯，我们还在拍，我只拍了一半。好的，好的，大本牙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谢谢，谢谢碧晨。